端午节下大雨沉下去，等于沉一楼了。你现在看到的是二楼起了。哎呦，哇，跟那新竹啊，哎哈，哎，所以你要看，而且它旁边的步道也被拉下去，那个板子那个有没有也被拉下去了，一楼不见了。所以这个草泥炭土它遇水则软，它不适合钢筋水泥的建筑。你要像荷兰羊角村用木桩，用木桩的，哈，为什么这里地震没有影响？因为它软跟着摇，不会震。它怎么摇知道吗？像那个海波浪这样，吓死人了。